上期我们说了《阿甘正传》，本期是这个系列节目的第二期，我们来聊一聊著名的苏格兰故事电影《勇敢的心》。《勇敢的心》告诉我们，自由不仅是值得为之牺牲的，也是值得为保卫家庭而让敌人付出生命代价的。6年后，在世贸中心双子塔的废墟中，吉布森的讲话引起了一代美国青年的共鸣。他们从军打击恐怖分子，而不是邀请后者参加建设性的对话。从那以后，激进自由主义者们就从未原谅过吉布森。苏格兰人如何发明现代世界一书的作者亚瑟·赫曼对勇敢的心的评价也深深触动我。对于电影本身而言，如果我们过分纠结于这部电影的史学正确，那么无疑会陷入循环自证的牢笼而无法自拔。但是如果我们能透过这部电影中展现出来的观念的力量，并深度挖掘这种力量对于世界的影响，我们一定会收获良多。正如苏格兰人如何发明现代世界这一本书所描述的那种，为什么会是苏格兰人发明现代世界？苏格兰人为何会在如今的世界中又销声匿迹？我们是否受到苏格兰精神的影响？我们不妨带着这些问题去观看这部电影，而不是带着一些史学正确的观念专门给电影找茬。事实上，梅尔·吉布森在处理历史题材的电影时，经常会故意张冠李戴，我不清楚他的深意究竟是什么，但我清楚一点，那就是他通过这种方式以有效避免激进自由主义者找茬，因为这些自由主义者更关注政治正确而不是史学正确，他们不在乎历史，他们只在乎心中的正确。例如电影中体现最初反抗的两点，第一，苏格兰贵族被英格兰人骗去和谈，然后全部被吊死，这是整部剧的仇恨源泉。但是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这件事。其二，英格兰国王长腿爱德华要苏格兰贵族征收其所属农奴女儿出嫁当天的出业权，以巩固自身的统治，这事儿似乎也是毫无根据。那么为什么梅尔·吉布森要用这种方式来展示反抗呢？我认为其实原因很简单，按照自由主义者的逻辑，历史上的长腿爱德华以及那个时代的贵族已经足够开明，既然是这么开明，威廉·华尔士有什么理由去反抗呢？因此反抗总是需要制造理由的，这就是为什么梅尔·吉布森要这么设置剧情的原因。非常讽刺的是，这种胡乱设置反而有助于电影赢得各种大奖。如果真是按照历史真实情况去写，那么可能一个奖都拿不到。比如同样题材但更注重历史细节的《法外之王》得到的就是这样的命运。这一现象无疑体现了当今自由主义者世界的吊诡之处。我们再举一个题外的例子，梅尔·吉布森另一个电影《启示》中的反派是1000多年前早已衰落的玛雅文明，而故事的结尾出现了坐船远道而来的西班牙人。这部电影中没有直接将杀人挖心的凶残祭司设置成为阿兹特克人，而是张冠李戴穿越时空的设置成了玛雅人，这样就有效地避免了被自由主义者把控的舆论进行道德审判，更是避免了被群起而攻之。因为西班牙人征服阿斯特克王国的历史早已被白左颠倒黑白地定性为用枪炮和天花屠杀了美洲上亿人口，只要一说那些杀人挖心的凶残祭司是阿斯特克人，白左肯定知道你要歌颂的是刽子手西班牙人，那怎么行？于是梅尔·吉布森只能假装历史不及格，
让一千多年前的玛雅君主美洲虎之爪穿越时空，在电影里与白人殖民者见面了。但毫无疑问，梅尔吉布森想用启示表达的意思是，上帝派来白人殖民者拯救了印第安人，否则印第安人将永远活在血腥的地狱之中。而地狱制造者实际上就是被白左自由主义者定义为文明人的阿兹特克人。同样的道理，我们如果在此时纠结勇敢的心的史学正确，这是很无聊而且很低级的行为。历史材料的选用，我们都有正确的地方和不正确的地方。我们所要传递的是这些事件背后所隐藏的历史动因，这样是有助于我们在未来面对同样选择的时候，有着更多的解决路径。这不是比弄清历史本身更为重要吗？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常识比知识重要的原因。我们现在来回答刚刚提出的问题：苏格兰如何影响世界？我想大多数人听到这个问题，心里多半会一惊。这怎么可能？苏格兰怎么可能影响世界？那么，我换一个问题，美国如何影响世界呢？我想这个问题恐怕研究著著之多，可以塞满一个大型图书馆。那么，苏格兰和美国之间有什么联系呢？我建议大家可以读一读《苏格兰人如何发明现代世界》这一本书，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对这个新大陆会有重新的认识。安德鲁·卡耐基说过，若不是有苏格兰移民，美国只是一个三流戏码。独立宣言签字的56个人中，至少有19个人具有苏格兰或是苏格兰血统。提出不自由勿宁死的帕特里克·亨利也是苏格兰人后裔，这明显就是电影的主题。高地苏格兰人自小伴着火器长大，为华盛顿的大陆军提供了主力。弗吉古一役半数人员是苏格兰人。还有人说，美国独立基本可算是苏格兰和爱尔兰长老会领导的，这对于18世纪已经与英国合为一体的苏格兰而言，也算是一次来自远方的抗议和反叛。更有趣的是，当时苏格兰人中有不少人支持英国政府，他们一起出卖了威廉华二世，让威廉在福尔科克战役中大败而归。这就像电影中许多贵族在利益驱使下成了长腿爱德华的帮凶。真实的历史中，威廉没有放过他们，他将他们一一杀死，算是对叛徒的惩罚。而在美洲大地上，同样上演了勇敢的心中威廉华二世智斗贵族的好戏。不同的是，他把那些支持英国政府的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一起流放到了现在的加拿大。美国的出现自然是一股合力的结果，它有苏格兰人的勇敢和坚毅，法兰西人的帮助和狡猾，新大陆人的自主与信仰，以及英格兰人的宽容与顺服。但是苏格兰人在其中到底起到了多少的作用呢？我想，没有最初的带领与反抗，后面的帮助与宽容恐怕都无从谈起。独立战争之后，较为忠君的那部分苏格兰人去了加拿大，开启了地理条件相似的两国微妙的初始路径的分岔。多年以后，加拿大联邦政府规定了各省的权利，将其余留给自己，而美利坚联邦政府则规定了联邦权利，将其余留给各州。这就是当代世界的开始，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苏格兰人的时代发明。当然，
苏格兰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贡献，我们只要列举几个名字就能略知一二：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约翰·密尔、约翰·诺克斯等等。这其中当然也有威廉·华莱士。至于苏格兰后来为何会在现代世界中随风一样消散，我想，这也许正是文化自信的体现。如果你对一种文化有信心，那么这种文化岂不是早已进入你的生命之中？它会潜移默化地改变世界，而无需一直强调。相反，如果有人总是强调传统文化，并将之意识形态化，甚至物质化，我们可以断言，这是一种落后且愚昧的文化。正是由于其自身的弱势，而需要强权力来背书，而这种文化的懦弱性，又使得其可以被强权无限的扭曲，成为强权力需要的样子，从反面又加强了强权力。这正是这种文化最悲哀之处。说了那么多看似与电影无关的事情，我只是想介绍一下，一个来自中世纪的观念，为什么会对如今的世界影响如此巨大？而我们明明受惠于此，却对之无限的鄙视，这究竟又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不妨借着这部电影，一探究竟。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其实这不过是两种价值观的碰撞，根本不是选择的问题。无论我们对威廉·华莱士多么尊敬，都不会妨碍我们做顺民。我们的理由很简单：为了自由而战斗的日子早已远去。如今任何事情都有国家兜底，我们为什么还要为之战斗呢？为此，我们自然而然就衍生出了一套以享乐生活为主要目的的价值观。我们忘记了，其实，为了保卫这种自由，有人付出了代价。美国不是如此吗？如果不是美军横行四海，四处讨伐各种恐怖主义和专制主义，美国早就成了他们的附庸。那些躲在象牙塔里渴望与恐怖主义谈判，并相信爱与和平的人，注定会变成他们的俘虏。在苏联的时代，你敢做什么呢？在布格达的时代，你又敢做什么呢？没有自由的战士，世界终将成为黑暗的奴隶。梅尔吉布森正是看出了这一点，并将这一点说了出来，才受到了自由主义者不肯原谅的鄙视。为此，美国为什么至今还要坚持持枪的自由？其实哪有什么道理，只不过是不想被克格勃用枪指着的时候毫无反抗之力而已。英国国王长腿爱德华，比较不幸，在电影中成了梅尔吉布森眼中的一个类似克格勃似的人物。我想，如果他在天有灵，也会支持吉布森的观念，并且愿意承担这个反派角色。为此，他在电影中成为了一个不择手段、不讲规则、凶恶残忍，甚至冷酷无情的人物。他甚至剥夺了苏格兰人拥有铁制武器的权利。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他成为了克格勃的原因。威廉·华莱士原本只是想做一个普通的农民，但是他不愿意自己的妻子被英格兰贵族夺取初夜，更不愿意看到妻子被强暴。一个原本只是想做顺民的农民，不得不为了自由的缘故奋起反抗。有时候扪心自问，如果你能苟且偷生，愿意接受这样苛刻的条件吗？我想大多数人会这么想。嘿，都什么年代了，别想这些没用的。威廉·华莱士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无疑，他将那个割断他妻子脖子的贵族的脖子割断了。同样的位置，
同样的手法。电影或许正是通过这样的手段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自由主义者肯定不同意这种做法，他们大概更赞成《天朝王国》里百里安男爵那种超越宗教、种族信仰的爱。不仅如此，威廉·华莱士还杀死了长腿爱德华的侄子，并将他的脑袋割下来送到了爱德华一世的手中。甚至他通过恐怖暗杀的方式残忍杀害了两位背叛苏格兰人民的贵族。这种方式以如今的观念来看，与伊斯兰恐怖分子有什么区别吗？更有甚者，他直接用火烧死了前来谈判的苏格兰使节。虽然王妃暗中通风报信，已经通知了威廉，威廉这么做有其合理性，但他不可以躲开吗？为什么要选择以这么残忍的方式对待敌人呢？我想，会这么问的人，有没有想过，当敌人这么残忍对待他的时候，你们都没看到吗？有时候，以暴易暴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如果你不消灭敌人，你就将被敌人消灭。我们当然希望这个世界是一个和谐美满的世界，但并非所有人都这么想。正如英王长腿埃德瓦一样，电影中的他只希望苏格兰人都成为他的顺民。如果你不想成为顺民，那你就必须被除掉。不然，你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逃离。可是，这个世界只有这么大，你不管往哪里逃，终究将面对这个决断的时刻。那时候，如果威廉的子孙被爱德华的子孙逼到了角落里，他终究还是要面对同样的问题。只不过，威廉作为祖先，提前给出了答案而已。正如现在的疫苗问题一样，到底打不打，这是一个关于个人自由的问题。表面上看，现在还是自由的，但是未来而言，不打疫苗可能会给你诸多的限制，你的个人自由终将会变得不自由。那么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源头上控制住这件事情，否则当这个事情出现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没有选择了。苏格兰人为什么那么没有办法接受英格兰的统治？换句话说，苏格兰未来终究将成为英国的一部分，那么为什么要纠结什么时候成为英格兰的一部分呢？特别是那时候还没有爆发宗教改革，各地的宗教传统还没有形成，为何苏格兰就不愿意成为英国的一部分呢？我想，这刚好印证了一句名言，正是布列塔尼的朱安党人拒绝臣服国王，才能在大革命后起兵勤王。保守主义的基石其实就是地方自治，如果没有强大的自治的能力，所有的权力都归属于中央，那么保守主义者在保守什么东西呢？那时候，恐怕你能保守的东西，也就是只剩独裁者核心圈层的那些人五人六的头面人物了。甚至你可能会在未来的大洪水中，随着这些人物一起风吹湮灭，不复存在。两晋的陆基、陆云，就是在这种场面下无力改变局面才以身殉亡。章邯就是面对这种时局感到无奈，才有那句人生贵得势易耳，何能计患数千里以要名爵。同样的，正是因为苏格兰保持着英伦三岛的多样性和无杂性，大英帝国才能不断更新。休谟、斯密、洛克等思想家才得以涌现，工业革命才能在此得以展开。
如果英国也成了高度统一的国家，连思想也要统一，那么休谟们有机会思考各种各样哲学的、政治的、经济的问题吗？不，他们思考的问题就只剩那么一个：如何才能更好地忠于国王？如果思想统一了，牛顿们还有机会思考苹果落地背后隐含的规律吗？不，他们思考问题的也只剩一个：如何才能考上国王学院，学习让全国人民忠于国王的技术？社会发展需要更大的空间，这种空间不仅仅来自于生活中和工作中，更来自于思想中。思想自由是创造力的前置条件，但是思想不是永远都自由的。只有当威廉·华莱士振臂高喊 freedom 的时候，大家才会感觉到自由的可贵。那么，当强大的国家和个体的自由摆在保守派面前的时候，保守派更多时候会选择后者。对于华莱士时代的人来说，跟随英格兰才是强大的国家，但是自由会被削弱。而对于独立战争时代的新大陆居民而言，跟随大英帝国才是强大的国家，但是自由也会被削弱。因此，为了自由，华莱士们选择了野蛮高地苏格兰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新大陆人民也愿意成立新的美国，尽管在当时看来，这个新国家是那么的不值一提。影片中，我们不止一次听到英格兰贵族污蔑威廉·华莱士一伙是野蛮人，这与当今世界对穆斯林世界的描述差不多。并且，英格兰贵族善于渲染威廉·华莱士一伙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仿佛他们就是刚刚从山上下来的山民，根本不懂文明世界的礼仪一样。那么，我们就要扪心自问：文明真的比野蛮更好吗？这看上去又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文明怎么可能不比野蛮好？其实，我们不妨仔细地想想。表面上看，文明有更充足的物质做基础，有更好的医疗条件，有更舒适的生活环境。但是，我却认为，文明之后，大家丧失了原本该有的健全常识。按照文明后论的观点，越原始越丰饶，可以利用的资源也会更多。而我们生活在堪称全球化后文明的时代，你会发现，我们离开某些东西之后就会无法生存。比如这个时代，你能离开电力吗？这个时代，你能离开自来水吗？这个时代，你可以离开你认为一定存在的东西吗？但是很显然，这些你认为不可离开的东西，其实并非一直存在的，而你现在却不得不依赖。再比如，国家产生了，你就不得不依赖国家机器而活着。问题在于，国家机器并非没有生命，它也存在一个生老病死的过程。假设你运气不好，遇到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那你也会跟着倒霉。而野蛮人的健全常识就是，这一切都不是天然存在的东西。如果我拥有了这一切，我可能会失去自由。但是，自我保护的能力远比拥有这些更重要。因此，美国的红脖子宁愿生活在较为原始的环境里，依靠武器保卫自己。他们知道，一旦把这个权力交给政府，谁知道政府会利用这种权力对付敌人，还是对付自己？比如今年德州大选的时候，坊间流传着一个关于德州政府官员希望大家自救的视频，这让某些地方的人对比之后觉得内心无比的幸福，他们心里想，都什么时候了，还希望自救，
美国的州政府真没用。这就是保守派和其他任何人在观念上的差别。我想，很多人大概是忘了一些事情。哪一次大灾难面前，普通人不是自救的呢？而德州人的德性让他们明白，他们宁愿自己援助自己，也不愿意将这个权利交给政府。因为一旦交出，谁知道政府将来会怎么做呢？这就是威廉·华莱士这些苏格兰人留给后世的遗产。自由会付出一些代价，甚至包括生命。但是如果没有自由，你会丧失的更多。这就是苏格兰人为什么宁愿拼死，也要完成自己的自由使命。就如同一个老战士临终前所说的那样，我做自由人够久了，我很幸福。我们不难总结什么是健全常识，这一点尤为重要。健全常识就是源于自由，你需要承担保卫自己及家人的责任，你需要武器、勇气以及信仰。同样，你也可以选择别人来保护你，但是如果处于这种状态，你就没有资格对保护者提什么要求，而保护者对你提的任何要求，你都无法拒绝。这就是某些地区的悲哀之处，一方面他们选择了被保护状态，那么自然无法提条件，另一方面，他们又选择了最残暴的保护人，那就是更加的无奈。这种情况下，他们所有的行为看上去都像是娇喘，可是除此之外又有什么办法呢？上帝对于世界最大的护理莫过于生老病死，不论长腿爱德华还是罗伯特一世的老父亲老罗伯特，他们都像腐朽的梁木一样，你知道他们一定会腐败下去，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断。不同的是，长腿爱德华作为英格兰的梁木，苦苦支撑着整个国家，而老罗伯特也自认为自己支撑着整个国家，虽然他儿子罗伯特一世并不认同。这就是英格兰看上去必会衰微，苏格兰一定会兴盛的原因。任你再强大，你也有衰老的一天，任你在窝囊，你也可能会有翻身的一天。这就是人类命运之中永远有希望的地方。影片中残忍狡诈的爱德华一世与同样残忍狡诈的老罗伯特，为了各自不同的目的安排着各色人等的命运。那些战场上惨死的军士，被绑在行刑柱上绝望的富人，因战争丧命的平民，这些人都是他们棋谱上的棋子，无关紧要。爱德华一世所在乎的是英格兰王国长存于世，而老罗伯特则希望通过他的纵横捭阖为儿子赢得王位。但是爱德华一世的狡诈看上去像是成功，而老罗伯特的隐忍更像是慢性等死。于是，他们联手出卖了威廉·华莱士，并将他送到伦敦受刑，以儆效尤。此时，罗伯特一世并没有追随蝇营狗苟之父的道路，他跟随了威廉·华莱士，以勇气和信心杀开一条血路，堂堂正正地加冕为苏格兰国王，并且在多年以后，他的后代詹姆斯一世正式成为了英格兰国王。我们不清楚梅尔吉布森是有意设置了这个观念，亦或是巧合。总之，保守主义者在这个方面的观念更接近于罗伯特一世的勇气与决心，而不赞同老罗伯特的隐忍和退让。如今的时代，我们常常说谈判是妥协的艺术，但是我们却不明白，为何妥协的越多，对方却会认为你是懦弱。这点让我们非常沮丧。
自由派却依旧将此奉为真理。真相是，对于不讲理的人，你根本没有讲理的自由。你唯一讲理的方式就是让对方知道你的勇气和决心不会退让，而不是让对方感受到得寸进尺的可能性。很不幸，长腿爱德华再一次扮演了不守规矩、得寸进尺的流氓，而威廉·华莱士与后来的精神继承者以勇气和信仰回击了他，并让他的后继者明白，自由的人永远不会屈服。其实，本篇片名《勇敢的心》原本是指罗伯特一世，不知道梅尔吉普森出于什么考虑，将这个称号安在了威廉·华莱士头上。不过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知道，自由不会自然存在，而是需要我们以勇气和决心去获取。保卫自己是一种能力，当我们失去这种能力的时候，我们无需抱怨，我们需要的是重新获得这种能力。当然，被保护是一种更轻松的生活状态，但前提是我们会失去自由。至于自由到底有多重要，这个确实因人而异。有些人宁愿失去自由，也要获得养尊处优的生活，而有些人却为了拥有自由而宁愿选择荒蛮。其结果究竟如何，我们又何必多说呢？好了，勇敢的心，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将聊一聊斯巴达克300勇士。